圣诞晚会即将开始之前呢，我们乐团带来几首歌曲，跟大家一起来同乐庆祝主耶稣基督的诞生。没错，那我们是来自台中的高压电乐团。那再仔细介绍一下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那有的人说什么叫高压电乐团，我先说明一下，我们跟台电是没有关系的哦，所以我们的家里的用电绝对不会打半折，真的真的。那我们的主唱现在还在准备，他们后面乐团乐手还在准备当中。我们这位主唱好像也是罗纳这边的，哎，对，我本身也是罗纳人。哎，罗纳的朋友你们好，外面的也好，没有了，哎，大家都好。那要介绍一下这个罗纳这个地方有什么别的比较特色的地方，还是什么比较好玩的？